玉米棒子雷德王，大声回答正确。第三题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是贝蒙斯坦。你们都想认我当爸爸，我的儿子只能有一个。既然你们都想来认我当爸爸，那我们玩个游戏，看图猜怪兽，谁认识的怪兽多，谁就是我的儿子。切，我迪迦活了3000万年，什么样的怪兽我没见过？奥特曼剧情我也看了不少了，放马过来吧。好，那比赛正式开始。第一个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是巴阿坦，它是首个入侵地球的外星人。不错不错。第二题，这是什么怪兽？玉米棒子雷德王，大声回答正确。第三题，这是什么怪兽？这是贝蒙斯坦。不错不错，看来你们都挺厉害的嘛。前面只是开胃小菜，这最后一个谁要是能答上来，谁就是我的儿子。这红色怪兽我第一次见呐，我也好熟悉啊，但是记不起来它叫什么了。人类学渣，你快回答呀！迪迦，你先说，你先说，你先说。哎呀，你先说！别吵了，你们两个一起说吧。这是德班。有人答对了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是谁答对了吗？